小姐，你找错房间了吧 ？Jack， 我找的就是你。我可以进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不用害怕，我不是来要你命的。那你是为了幽默？聪明。我只是一个小职员，你找错人了。是吗？那你就给丹佛先生带句话，枫丹白露，我对他说的价格永远都有效。可是那批货已经有人预定了，只要货没出手，随时可以解约。而且谁会跟钱过不去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对方出多少价格我都出双倍。你跟丹佛先生都是商人，怎么取舍应该很清楚吧。杰克，为什么会出现两个买家？你不是说你联系的买家势力很大，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？要不是我反应快，趁机让警察带走，昨天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走出餐馆。那只是一个意外。意外？最近的意外也太多了，我可不想钱还没拿到手就被他们干掉。你不用担心，所有买卖总会有些风险的。这可不行，我们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。既然有两个买家，我就提高价格，价高者得。